大家好，我是玩听的 NK。明兵线清掉了，哇！一个原地炮加上雷波阵，还要杀人，哇！他想要结束这个游戏，可是自己的命也赔出去。下一步兵线要来了，右怀要把这个战局打平吗？这里朱瑞克复活喽，瑞克可以吗？可是哇，有的死了 ，NKK 这一波再次建功。这个中辅的默契蛮好的，他又这个中文副使出来了，是的，哇，这边清兵顺便再带走一个蛋蛋，买一送一，卡人 ，OK， 把影子留在一个蛮怪的位置，但是他有时空杀阵哦，是我要回来杀时空杀阵的，哇，带走的是卡玛，这边的话 ，NK 能够回家，还带走了回家，哇，今年几岁？16岁，生日是几月几号？8月18。什么星座？狮子座。那你是哪里人？台中人。身高体重是多少？身高163，体重45上下。你真的有在吃饭吗？我真的有在吃饭。那你可以形容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你自己吗？幽默，好相处，脾气好。那喜欢的东西跟讨厌的东西？喜欢的东西打游戏，讨厌蟑螂。那你这一开始是怎么接触传说对决的？就国一时候很喜欢打传说，可是那时候没有很强。然后之后好像国二的时候就有那个层次赛，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没有到强，就是开心去打比赛，然后拿到冠军。可是总决赛的时候季军吧，就地区冠军。然后之后国三嘛就变得更强，不是更强，就是变得就有在榜上。然后就拿到那个总冠军，然后之后就慢慢接触其他什么选手之类的，因为打比赛都会有那个曝光度，对，然后就有其他公司接近之类的。那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是选手，是后来他们才变成选手。就那时候我打的时候嘛，那些其他队的或锦纶凯那些都是选手，那凯还是我队友，凯跟锦纶是我队友。纳克，纳克，那你最喜欢的角色也是吗？不是，兰朵。兰朵，你很帅。好、哦，那其实 NK 你来 One Team 也有一段时间了嘛？那你觉得就是这段时间这样看下来，相处下来，觉得 One Team 是个什么样的队伍？嗯，风气和善，然后福利好，然后每个人都很好相处。那你现在跟队伍里面的谁最好？嗯，玉笑、冷人帅的都蛮不错的。其实都不错，只是比较好就是艺校的人帅的之类的。这样的三胞胎相处不错，你有觉得他们三个越长越像吗？对啊，三个都一样吃水煮餐。就被三人组可以给观听的每一个队员加教练一个形容词或是评语嘛，就稍微形容一下他们。锦纶是那个新蓝法队队长，那个颜色，不好看也不丑。突然改口了吗？对，不是刚刚说很丑，不能接受，也是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。那请问你之后会加入蓝发队队？不会，不会，因为之前已经难过很丑了啊，开心了，烂好人。他一脸长得像烂好人的脸，好欺负的脸。对啊，就感觉脾气很好。那天脚是偷东西打的，他偷我饮料，偷可乐，就那种罐装可乐。他不知道，他说那个冰箱只要放在那个冰箱，大家都可以喝。你的就是我的。对。一箱就他话很少。话很少。你们跟他相处我不知道，因为话蛮少，就我刚才不会讲很多话，还讲他麻将打。听说摄影上面都在打麻将。对啊，他是我睡在上面，他都在楼下打麻将，什么三筒之类的。刷子，水煮餐打的吗？水煮餐，真好坏。炉子啊。预校炉的。预校哥就是一个很好的教练。好哦。然后好相处，然后开得起玩笑，就是开得起玩笑。对啊，聊天内容就是聊天内容就是不会像其他那种教练一样，就不会像其他年纪很大的，一定要拿枪杵谁，就平常私底下都会聊天吃宵夜之类的。然后你没有被他的饭夹吓到吗？没有，我已经习惯。已经习惯。因为我坐在旁边啊。然后
那再来最后就是我们伦哥了。伦哥啊，贴心，很贴心的那个人。那你加入到职业队中，有没有觉得哪边不太一样，或是哪边不太一样？就经常私底下打牌，会业余赛的时候讲话没有讲到很多话，可是到那个什么职业队团练的时候，就话要比较多，就是更专业之类吧，大概50%吧。好，要再更好，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观听，下季赛要多关注我们，大家拜拜。